首先 Ninja 想问他的爸爸觉得他看不入球看不入球他的媳妇给了 Ninja 一个千根款和一天很天灵 Ninja 把他的天灵好他的弟弟被 Ninja 弄去了他的弟弟 Ninja 打龙接下来 Ninja 闹海了 Ninja 让龙不高兴 Ninja 把龙杀了 Yeah, Ninja 杀完以后 Ninja 回家了他的爸爸对 Ninja 伤心Ninja 让龙的爸爸伤心。龙王有力量给人们带来希望。过三天 ，Ninja 做了牺牲，做好后他爸爸直接杀了。Have you ever